Apollo.对呀、啊，你知道最好的做法，你拿的道具都不要拿什么威力增强，什么闪射都不要拿，补血就对了。好好活着才有明天。然后等下宝宝就给你一个禁疗弹。宝宝不是自己的吗？他们没有宝宝啦。有干他给我。我们呢、啊？哦，怎么是我们？啊，得力呢？得力开玩笑。有办法变？有办法成功变吗？干你好，你很硬欸、啊、血血吗？这个有点不睡哦，这边有血血哦，你要小心哦、欸、你跟着下去欸，真的是很快变起来，机械暴龙兽，要了吗？要了吗？要了吗？哇取代欸，你好强哦，真是超猛的。欸，什么时候有第二届比赛把贝洛换掉啊？没动啊！那、啊、我还有一发可以打，把贝洛换掉了。干，直接变暴龙是怎样啊？而且还很大只、欸，大家要搞清楚啊！啊，干，我被封印了。大家要搞清楚啊！我是二十级暴龙啊！对，我靠，我不是嘻嘻哈哈的。但我现在被封印了，我要打左边。你现在只能嘻嘻哈哈了。对，你只能嘻嘻哈哈了。只能嘻嘻哈哈啦！哎呦，哎呦，强哎、欸！不愧是换了手机、這個，就是不一样。真的。散弹，你知道？哎、欸，你现在是暴龙哦，那可以给你这个哎、欸。他是暴龙，干白痴！然后我打开看，我打开找不到暴龙的图案，笑死！还要找幽鬼，有怕我？哎、欸，双生哥，哎、欸，他救你，他救你，哎呦，你还救我雷神之锤！干他这个太花式了！等一下，这很离奇，他怎么下去的？他自己锤自己下去的、啊。不是啊，这超离奇的，他怎么，他这怎么会下去？他锤自己下去的、啊。怎么了吗？啊、没有任何的，你看那个哪里有缺口可以让他下去的？他就被打下去了没？那个会锤人啊？是会锤人啊？可是他会硬把你打你口，他才会下去吧？没有，他会硬把你塞在那个。地图里面，哦，然后因为藤蔓太细了，啊，哎哎哎，人家眼、哎、你眼是怎样？是，我没想到我第一颗子弹，你完了，你干你要，干你要重新变身的，干你好不容易变，你在那边没，干白痴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你去变小，你去变小瓜好了啦，你去变小瓜，对啊。我把这两个送下去，我也会下去。送下去就爽啦！哇，我不能移动哎、欸，那我要跟他们拼哦。拼！哎呦！你这个没有啊？你在拼什么啊？你是烟雾弹啊？丢错了啦！靠背！哇！太后一个天女散花哦！没了，没了。哇，都是增强，巨尴尬。对啊，怎么办？GG啊，怎么办？刚刚那是所有的弹药雷，我没有了。干，不要给我，我觉得这个不够用了。哇靠，拿五颗哎、欸，他要不要脸？哎、欸，那 他下去就赢嘞、欸。哎、欸。好，要多收一个。那两个下去就赢了。那两个下去。对啊，那还不简单。然后又多一个这样。没有了。交给我。你有龙卷风吗？等一下，哎，帮我上面很多血血啊！帮我把血血清清啊！哎、我帮你清血血，好不好？我干连中哎，带动也还好一颗，干嘛？啊，他要丢那个宝他自己，宝自己哦，他没那么自私吧？哎呦，应该还好，我觉得他应该对跳哎、欸，直接跳人家面前哇，还冰呢、欸，很贵呢、欸。这个佛地魔干，
要我们队友？我要跟你们拼啊！拼啊！靠腰，我是这个哎、欸，这次好像没得跟人家拼哎、欸。干！干嘛起皮包、喔？我就说这次没得跟人家拼啊，他是闪射。看什么起皮包哎、欸！哎呦，红龙变起来了。啊、你怎么没有复活、哦？哦，你是在上面那边哦。干，我现在没办法不做事情啊，鸡巴。哎、欸，水。皮特。哦，水。哦，救一下，不是我七条命呢、欸，要走了，同学，他怎么还活着、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没关系，输了也没关系，反正他收掉你，我们还是赢。哎哎哎哎，他们是不是要一起？不要！他都不用做，怎么就赢了？躺着就赢了，莫名其妙，笑死！怪了，怪了。